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宝安县，广东旧县，为深圳市的前身。东晋咸和六年，公元331年，立县，名为宝安。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，改名为东莞，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。公元1573年，明朝万历时至扩建东莞首1000户所，分东莞县至新安县，县治南投，辖地包括今深圳市、除龙岗区和龙华区部分区域及香港，属广东省广州府。经济以产盐、茶叶、香料和稻米为主。公元1842年7月至1898年4月期间，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《南京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，香港岛、九龙和新界割让租借给英国。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，有1055.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，宝安县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。公元1914年，民国三年，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，县治在南投、今南山区，至今还保有新安故城、新安八景等历史景点。